样子，两个人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人家出人家出拳，你们练习的时候，练习先固定一个手，啊，固定一个手。比方讲出右啊，出右啊，右抓这个，抓这个，出手抓根啊，两个人啊啊出拳啊，对，他的拳再出来一动，就去抓那个根啊啊，如果这个手在这里，这个手在这里，这个手出也是要一动。你看，动啊，拍抓那个根，你在外，他的手在这边，你在外也是一样，手动啊，动啊，走，要不动啊，去练习这个，看到那个动啊，看到动，把抓根啊，那个手我在内。身体要动哦，啊，啊，来试试看。